哇，还等一下还没讲。这个玩家看起来是主练安妮，这两只。哦，他们聊天呢。谁私聊我啊？万圣节要结束。哎，我现在又多了一只角色。哇，这也太夸张了吧！我才刚讲那一只而已，天照就把它出来了。第四只红角。就应该蛮难取得的。惨了，我这台好像很那个。